农会希望爱培育出涵盖到同针对的农业人才，对先前呢就开始推动奖励各种生抢农方案。今年涵盖同葡萄对象孔太爷，对本地的十间学校实施班增加到34间学校91班。农会提供的奖助学金最高呢一学年200到300元。在以下上乡庭正式启动108项研究，奖励各种生穷农方案。农委会对106项研究开始推动，初期是由农场经营科开始办，独特的增加科别，很高20项研究重点目标到农业相关科别，让我们的高中生提早能够去体验，说我学的跟我实际上面的一些的看看他们的那个观点跟未来的一个志向的一个定向。农委会持续培育五一人才，所以同相关科别并议方案，安顺葡萄的学生的当然会增加900的本学生的提早认识五一工作环境。韩国参加计划的学生的在现场每当认真详细的同来宾说明，唔再强成生态循环系统。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搞从事这项工作的话，也可以比较更容易的进入现在那个职场的状况。我也是最近才知道，老实说，对。然后，但是我看了这个方案之后，我有上网查了一下，我发现它其实还蛮有趣的。参加计划的学生诶，做得两种出学金，同正业探索奖励金，那边申请太行农业公费转班，要做得加分，机会做卡多。农民费强调，有兴趣的学生诶，做得上农民学院，用在去看，把握也难得的机会。客家新闻，戴文强、林明义、吉隆波涛。